立正，行礼，撤退。各位学员，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每一摆上课最后一节，拢精神足好诶，因为小陈要离开哈。当然啦，我已经有讲过哈，你敢若安尼上两节课、三节课安尼吼，讲哦，啊，你就会当来啊，即种吼来做即个行政官员吼，可能有一点距离。但是上界重要就讲，你伫遮你上课，你爱先捌台湾地位到底啥物。你若知影台湾地位以后啊，你袂贪污啦，你会爱护即块土地，会知影讲即块土地原来是咱咧替咱的子孙留来的。留下来的这块土地哦，你就袂乌白去甲糟蹋。啊，当然这块土地回馈给咱的，就是讲咱民政府，我有讲过，咱来民政府接到政权，他都啊，我伫别位演讲，所有所在拢演讲拢有录影带呢。十八岁以上的查甫查某，免费政府送你一栋厝。啊，当然你会讲哦，哦，啊那送一栋厝，我要爱台北市的。你唔通去见唔到，我甲你讲，因为民政府来接款，第一个东部的高速公路立刻要兴建，予你伫全台湾所有的所在一天的内底会当行透透。这个时阵啊，我甲你讲，你有上会才会知，爱去住伫海边啦。海边的厝哦，又足贵的啦。但是现现主是中华民国政府，你要住海边啊，伊要海住无？无爱，安怎？伊拢无会甲你开放，这就是中国人，尤其是受中国教育的人，的头脑转袂开的所在。你来看，伫美国来讲，住伫海边的厝，会当讲较贵；，颠倒住伫平地的较俗，无人买。但是像咱中国，伊住伫海边的，颠倒是较俗，无人买住。其实海边的风景真好啊，空气真好啊。啊，但是咱住伫内陆，因为过去的海贼拍这个中国，啊，中国好些海贼啊，拍到拢惊着，所以大家拢直刷去内底去。但是各位，台湾是一个新的国家，台湾要建立的是一个全世界无的，像这种这么样好的国家绝对无，因为台湾人有足好的优点，我伫。昨日甲恁大家报告过，台湾人的 DNA 啊，实在是会当控制家己，实在是会当讲拍拼为所有的人，但是未去为家己。我常常听到咱的农民，早时两点三点就起床，两点三点，牛车也好，当然即马是无牛车啦吼。啊，做事的工课个准备，啊，就去来做去做事。啊，才超七八点啊，天未光的时阵，倒来休困。中华民国的农委会主任啊，迄、那个陈武雄啊，伊讲啊，农民一礼拜一天干呐做一点钟久啦。看，这人看伊讲迄话，会听的无？伊唔知影讲伊食的米是从对来啦。所以，像这种的中华民国这款的政权啊，咱甲美国讲，我们不要了啦。但是不要，国会变安怎？像阿扁啊。咱甲支持，因为伊是本土台湾人当选，伊嘛真拍拼呢。阿扁啊，甲落尾啊，美国甲伊压迫，叫伊宣布四不一没哦。伊总统就职的迄天，就是宣布这个，宣布一个台湾人就拢开始失望，失望的内底伊嘛拍拼，但是伊做袂成，啥来做袂成？因为台湾的地位啊。伫迄个拄啊开始，他还是搞不清楚。但是奇怪咧，美国咧拢一直甲讲，你若敢宣布独立，我就甲你掠起来。美国会甲伊掠呢？我会当甲国语讲，伫2007年的时阵，甲阿扁啊选总，迄、那个总统做到2007年即要结束的时阵啊，因为咱2006年的10月20日，咱就已经过美国啊，所以伫这个时阵。美国开始对阿扁啊的言论开始改监督，因为伊想讲伊做总统第二任嘛，会当来宣布独立啊。伊一直讲吼，台湾人宣布独立，台就过关去啊。
台湾就真正会当建国贵。伫迄个时阵，我刚甲各位讲，伫2007年，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有甲咱伫讲，甲美国国防部，尤其伫迄个时阵，伫阿扁啊，伫讲要宣布台湾独立的时阵，有这个代志。但是美国嘛有甲咱讲，海军陆战队的军舰伫左营要登陆，阿扁啊宣布台独，伊马上5分钟就甲伊载走啊。这是真正的代志呢。我讲这个话，因为咱这拢有咧传播，我讲这个话，我负100%的责任。因为台湾甲今日的地位啊，也迄个甲摕落来，风伤大，迄风伤大啦，不啦，迄甲摕起来就好啦，无声就好，迄摕起来还好，啊，卖乖啦，因为大家较凉嘛吼，安尼较凉嘛，啊，天嘛较舒适嘛，对不对？对不对？哎，无声，我就甲关起来。讲笑，我家己要吹啊，我对我讲讲。阿扁啊吼，迄当阵确实有要宣布台湾独立，但是美国家己警告，你若敢宣布台湾独立，我美军就马上入来台湾。啊，迄阵阿扁啊，伊就所以阿扁啊，落尾去用关的时阵啊，我有去看伊四拜，伊才甲我讲，伊讲林先生，你那迄本册无爱较早写嘞，你若较早写，我就知影台湾的情形啊。我讲我真早就写，但是呢，你无要看。甲伊看到就那白富啊啦！原来台湾的独，台湾的地位是啥？美国军事占领，现主席要过安尼。一日咧讲予恁听，因为我伫昨日有甲各位讲过，因为迄当阵以前咧上课的时阵，有真侪人咧讲哦，啊我拢无看到美军呢，外口拢无看到美军呐，这属实啊。啊，而且你 AIT 嘛无美国国旗啊，啊你讲占领是甚么款的占领？各位。美国讲好，我做予你看。第一，中华民国国徽提掉，部队的国徽提掉，这不是我今日才讲的。我两年前就甲上课，就甲各位讲啊。迄当阵，大家嘛，我也相信啊，那有可能？中华民国迄个车轮牌，迄个国徽啊，遐尼啊重要，哪会当提掉？即摆提掉啊嘛，含兵啊，所有的兵啊，顶管迄粒嘛提掉啊。现在电视出来，那有那粒的绝对不是那个12道光芒那个车轮牌，黑白创的一个牌。我今日讲过，因为有的人还不知道呢，那你回去你注意看，今年的10月7日有一个所谓的阅兵，舰车也好，飞弹也好，那个东西都拿掉。为什么？因为美国开始要求要将中华民国解除武装，台湾民政府是合法的政府呢，中华民国不是合法的呢，伊是流氓政府呢。所以，大家你惊哦，我来台湾民政府受训唔知安怎？各位，你唔免惊啦，你是已经好康，你中到大乐透呢，你今日坐伫遮是大乐透呢。哎、欸，反应真慢呢！台湾人就足慢嘞，无多嘞。国徽提掉了后，马英九有甲大家讲呢，2014年台湾无兵啊呢，变做啥募兵制呢？哎呀，推下面的李焕尼讲我不能募兵哦，无募兵哦，啊就无兵力啦。各位，流氓政府会当有军队吗？法律上袂使哩啊，袂使有军队啊！这大家拢知影，全世界知影，干咱台湾人唔知影。美国讲你个无看到美军哦，我美军予你看，88水灾的时阵，直升机降落，迄降直升机降落啊，做啥物工作？什么都没有做。伊做啥？干咱用迄吊迄个啥物猫山猫啦，迄、那个挖土机有啊，搁吊唔着所在咧。但是伊迄个降落直升机的动作，是你甲你台湾人讲，我美军伫遮啦，你看袂到，我来予你看啦。伊敢真正来救灾、那個？迄个时阵，唔是来救灾，是予你看讲，我迄、那个查某的驾驶员讲，我的备战伫遮啦，我美国的迄个海军陆战队啦。台湾人还阁唔知，
啊，无要紧，我甲美国讲，啊，阮台湾拢讲唔知呢，啊，你我阁互你看，一只足大只的加油机啦 ，KC135 啦，顶礼拜降落伫桃园啦，咪桃园啦，台北啦，台北哦，松山机场啊，有这个消息有无？报纸写出来，哦，人道啦，伊要救一个红孩啊啦，一只飞机遐尼啊大只，救一个红孩啊，啊，你台湾人相信呢？那架飞机是怎樣？那架飞机是怎樣？就是這架，你有看到嗎？各位，這架飞机的頭前，那架是中華民國的飞机，中華民國飞机有 logo 嗎？沒有啦，所有 logo 都拿掉，這是美國開始行動，因為2006年10月24日，咱過美國以後，2009年4月初七最高法院将这个案调清楚哦，发回高等法院待审。美国的最高法院是每一年抽签，将高等法院有上诉的案件抽签抽150件左右。运气无好，抽无到咱。虽然抽无到，但是最高法院、高等法院有判决三项物件：第一，本土台湾人无国籍。第二，本土台湾无政府，无国际承认的政府。第三，本土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各位，你要听好清楚哦，政治炼狱哦。第四项就是讲，美国的行政单位爱主动帮忙这个原告。原告是啥物人？就是咱呐、啊，咱是本土台湾人呐、啊。美国有照起工去做，有，伊这个。生活在政治炼狱，伊就开始甲你帮忙讲啊，你台湾会当来成立台湾的民政府。当然啦、啊，台湾民政府咱是2008年二月初二成立的。迄当阵高等法院伫要判还未判，咱看了战争法以后，咱就讲啊，咱唔对起，咱来成立台湾民政府。成立以后，向194个国家 announce 讲，我台湾民政府已经成立啊。你要来承认，拢总到今日为止，三个国家承认了。一个国家是伫东南亚，叫做阿布亚新几内亚；，搁一个是欧洲很小的国家，但是迄很小的国家有条件呢。伊讲阿里 radio， 你吼，你也替我这个国家来写阮成立的那个迄、那个法律的根据啦。我咧看到贵咧，我爱写台湾，我咧写伊。第三个国家是啥物人？你知无？日本政府啦。日本政府伫今年四月二八，咱去甲伊抗议，甲呈递抗议书啊！伊甲咱回文，伫五月初十的时阵甲咱回文。回文用啥物名？台湾民政府。我一日看啊，对啦，对啦，对啦，来啦，果然无错。伫今年的十二月二四，本地台湾民政府要集合20000人。要伫遐开一个大会，但是美国政府甲咱讲，你应该甲日本去讨论，讨论啥？你爱甲日本政府合作，啥来合作？因为台湾这块土地是啥的？我有上课有讲，我甲讲国讲一摆，这块土地啥的？敢若讲日本灵魂啦，日本天皇的啦，啊啥日本天皇的你知无？我讲给你听，知影你阿手我看，知影，嗨啦，一半尔呢。啊，我伫讲，你拢听听，笑笑就袂起啊。搁讲一摆，1895年、1895年，四月十七，大清的大皇帝和日本的天皇签一个合约，讲将台湾甲台湾周边的列岛。和澎湖割让给，刚才讲割让，我们讲，永远割让 ，forever 割让给日本天皇。各位，两个天皇，两个皇帝互相挂土地牛哩，迄块土地已经变成什么人诶？变成啥诶？日本天皇诶！你讲出来，你才袂记得，啊无你后摆要讲臭端，你嘛袂晓臭端呢？日本天皇诶，对不对？日本天皇诶。日本天皇这个国家，日本这个国家是
二元的国家哦。什么叫做二元？不是听咱这个政府，还是讲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是几元？一元尔尔。一元是啥？上大迄人叫什么名？奥巴马嘛，总统上大嘛。啊，这日本，你讲日本什么人上大？谁上大？天皇上大嘛。啊，天皇上大。等于伊这间厝的头家是天皇，啊，天皇对这间厝要该交予什么人来经营？迄个经营的叫做啥？总经理嘛。啊，这总经理就是日本的首相啊。啊，首相的产生叫日本的宪法，明治宪法也好，很主席的和平宪法，爱选举嘛，选出众议员、参议员嘛。啊，再来推选一个人，啊，推选出来不一定通过呢。推选出来，伊要去甲日本天皇啊啦，呈递。报道啦，啊，甲日本人报道，啊，日本天皇，嗯，可以，你去接，你去甲管理，安尼呢？所以，我若甲你问讲，日本什么人上大？日本天皇上大。但是因为和平宪法建书以后，大东亚战争日本建书以后，麦克阿瑟将伊的宪法改变，尤其是第十条，变那个地吼。第九条啦，第九条讲日本袂当搁战争啊啦，啊，就变做日本天皇就有一个虚位，啊，照常是有首相，但是首相到今日为止嘛是爱经过因的选举呢，选举以后，伊就马上做首相吗 ？No， 爱去甲日本天皇呈递到任，诶，迄个袂当讲国书啦，甲日本天皇报道，啊，日本天皇。照规矩，伫皇宫甲接见了后，甲讲 yes， 我将遮个土地拢交予你管。伫迄个时阵，台湾即块土地挂予日本天皇伊时阵，日本天皇照常爱找一个人来管理台湾。啊，伊找啥物人？华山之计。华山之计是日本天皇任命哦，伊任命召见哦，来你去管台湾。爱去管台湾的时阵。伊是第一任的，所以1895年5月17日生效，1895年6月2日交割。大清帝国李鸿章的后生叫做李经方，伫家人的外海横滨王宾馆含这个华山之计啊交接，规块岛拢算较清清楚楚，而且这个界线画较清清楚楚。琉球这个菲律宾含这个台湾的界线啊，中国。甲这个啊，做这个台湾的界线，拢画甲真清楚。所以华山之计做第一任的总督，拢总台湾有几个总督，日本派几个，19个。最后一任是啥物人？叫做安藤利吉。安藤利吉伊是做总督，另外阁是做第十方面军的司令。第十方面军的司令，第十方面军是包括啥？包括琉球，所以包含琉球。但是这个安藤利吉听清楚哦，无经过日本天皇任命哦。哎，有奇怪无？头前18个拢是经过天皇任命，这个第19个谁来无予天皇任命？迄阵我就感觉真奇怪，看起经兵册，兵诶，终于知道原因了。那日本天皇任命的，迄就叫做 High Commission 啦，叫做总督。啊，日本的首相任命的叫做知事、知事啦。所以，迄任不是总督，伊迄任的总督，这个总督的名是为对来，是为日本迄个时阵，日本天皇任命了后，才变成总督。那首相任命的，是因为罗威啊，这块土地啊，日本的安藤利吉是第十方面军的司令，安尼甲任命讲伊是总督。但是实际上最后一任的台湾总督，不是安藤利吉，是第18任迄个总督。啊，这个原因是倒，因为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公布一个诏书啦。伊公布这个诏书，将台湾这块土地任命，和台湾人民参政权、甲参战权，有参政权、甲参战权啊！伫国际法内底规定就是啥？
台湾人民开始有效忠的对象。台湾人民的效忠对象是什么人？日本天皇。所以以前在1945年4月初的以前，台湾人若去做兵，拢袂当讲是军队，叫做义勇军啊，志愿军啊，这个文官因为家来。你做志愿军、做义勇军，迄当阵伫法律上来讲，没有效忠的对象。罗威啊，四月初以后去做兵的，都有效忠的对象。有效忠的对象就是啥？日本天皇。啊，日本天皇伫迄个时阵，台湾人因为效忠日本的天皇，所以这块土地由黄土本来是皇帝的土地，变作日本的国土。这是对有规定，伫万国公法啦，万国公法很清楚啦。所以台湾这块土地没有话讲。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就是啊，去年9月7日，美国政府送咱迄两张图，右边迄张就是日本皇居的二重桥，右边是奥巴马的宣誓。美国有跟咱讲几啊摆哦，我台湾，哎，我美国没有台湾的主权。迄当阵嘛，足侪人感觉真奇怪，奇怪咧！你无主权，哎，一天到你命令台湾爱做这做那，啊，你无主权，原来安那，伊无主权是正确的，啊，有啥物物件，占领权、占领权，所以台湾的地位要甲挑开啊，各位，复杂。坦白讲啊，我甲想想看看，台湾的地位要甲挑开哦，真正是爱专家才我都透啦。你若毋是专家，你真正无都透。非常非常的复杂，因为大家人讲起来，大家人所讲的台湾地位啊，表面上听起来拢有感情，有感情的意思。敢那亲像我上课一声就甲你问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不对？大家讲对。啊，佫甲你讲，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不对。啊，那这不不对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不对？当然嘛不对。你唔爱先讲哦，台湾到底伊的所有权是啥物人呀？台湾的所有权有伫你有领导吗？敢有？无嘛。结果文件甲看是啥物人呀？日本天皇呀啦。所以美国才会讲，我美国并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啊，无拥有台湾的主权，啊，你主权伫底？咱就可以甲变讲，原来台湾这块土地是啥物人？啥物人放弃了？啥物人诶？美国的旧金山和平条约第23条 A， 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讲到这个主要占领权国啊，大家都唔知啊。英语讲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啊，就有主要，就一定有什么次要。啊，有诶讲哦，啊，这个、主要不定有两个主要。各位，战争法内底没有讲两个主要，一定干那一个尔尔。啊，所以你甲看影片，甲看过去的历史。德国的占领是安怎？电影你甲咱讲，要占领德国的时阵，大家拢咧赶，啥物人会当先到柏林？美军含苏联伫拼呢，啊，啥物人先到？美国到。啊，喜欢讲美国到，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其他的变成啥？次要占领全国。啊，这主要占领全国，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到证明？1970年，波兰有一架飞机啊，投奔自由，去予德国甲抓到。啊，了叫以后伫柏林啊，讲要审判。啊，那审判因为迄占领区啊，所以哎呀，哎有军事审判，还军事审判。当时的德国4个国家占领，苏联、美国、法国、甲英国4个国家占领。啊，啥物人要主导？因为你开军事法庭，一定要有一个召集人嘛。啊，啥物人要做召集人？每一个国家拢想讲，伊要做召集人，各位也无可能，因为战争外的规定，主要占领全国的人做召集人。结果什么人是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啊！啊，你就足清楚，这个战争话，这个体系啊，你就愈个分析啊，啊，愈分析愈清楚。哦，原来就是安尼，啊，原来就是安尼。啊，即款以这个主要占领全国新闻认定以后，国际啊编迄个海牙第四公约来滴，第四公约来滴，主要向占领全国只有可以单数诶，一个、三个、五个，所以。主要占领全国只有一位，啊，那代志审判，所以美国就要出来主导，叫苏联、叫英国、叫法国的法官，啊，来组织一个法庭，啊，来审判迄个荷兰的，诶，迄个荷兰、
迄波兰，波兰迄、那个啊，招来自由地区的，诶，这个啊做飞行员啊，甲审判。因为这个所在，你就看会出来讲哦，这个战争法内底规定的其实很详细。啊，讲过等下台湾，台湾二十三条内底，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第二条有争议啦，第二条讲 Japan renounces 都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日本放弃台湾的三一人来讲哦，真简单啦，英语来讲 right 权利 ，title 也是权利力量的力啊 ，claim。主张，你跟他看这个，你也飞去。这个时阵，你个并过来看1947年二月，意大利签的一个和平条约。意大利原来是放弃索马利亚，意大利原来将索马利亚是伊的殖民地。按罗马战争输以后，美国、英国、法国叫伊讲爱放弃，啊，伊的条约写啥？意大利 renounce。All 赶快 ，A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马利亚，欠一个物件叫做 claim。原来啊，这个宣游是包含这块土地主权呐、啊，可以宣游占有，一旦用这个 claim。啊，原来台湾在迄个时阵，全世界大家拢知影讲，这块土地已经不是日本的殖民地，是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索马利亚、意大利只要放弃。Right 和 title 就可以了，但是日本为何伊政府放弃台湾啊？爱放弃三项 ：right、title 和 claim。清楚啊！台湾到今日为止，过去1945年以前，本来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现主席已经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各位伫战前话咧读过一句话，讲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占领袂当移转主权，所以。你若既然占领袂当移转主权，你就袂当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袂当战争了结束挂予人 ，no， 绝对不可以。这是1830年拿破仑时代以后发生的代志。所以日本既然袂当来放弃台湾，日本政府，我若讲日本实在也不对啦，爱讲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理权。但是旧金山和平条约从头到尾无讲到日本天皇，所以伊伫投降书1945年的9月2号啊，伫签迄个投降诏书的时阵，日本的外交官代表上代表 emperor， 代表皇帝加日本两个呢，你甲看原文两个呢，外交官代表日本天皇加日本的政府呢。所以在那个时候，日本政府有出现，日本的天皇有出现，但是变到回来在这个旧金山和平条就都没说到日本天皇了，所以可以证明说今天这块土地日本天皇的所有权还没有还没起角到，只不过是日本的宪法第9条将日本天皇的嘴给拆起来，说你都不能表示你做木头人。日本的首相去给他呈递国书的时候，你只要点头就可以，当然你也可以摇头，但是日本的天皇不曾摇头过，只有一次，最近习近平去找的时候又给摇头，是我们等一下再说。日本天皇有这块土地，但是因为战争失败，这个战争是什么人的责任？后来检讨的结果说，日本天皇说他当时东条英机要宣布要去偷袭珍珠港，不是偷袭啦，这个奇袭珍珠港的时候啊，他有反对啊，但是那个军人东条一定坚持要去战争安尼。当然这是话啦，日本其实美国足清楚啦，你若日本天皇甲定罪吼，日本天皇这关日本的人民会变去，所以放弃，安尼日本天皇你无代志。吼当然啦，日本天皇这个杜勒斯跟他太太罗拜在那个要签约以前有去记那个做日本天皇，这个记日本天皇记录上只有一次，其实他都记过三次里面的秘密档案有说日本天皇，因为那当时1950年6月25号韩战爆发的时候，日本天皇有怕到，他跟麦克阿瑟说，跟杜勒斯说，他跟麦克阿瑟说，我希望你们可以美国可以来占领琉球啦，
啊，但是甲杜勒斯是讲吼，我希望你美国会当占了我日本200年。啊，既然你讲甲迄个麦克阿瑟讲来追求求占领，但是照迄个波茨坦宣言啊，迄、那个宣言内底讲啊真清楚呢，战争以后啊，台湾这个日本啊，干来会当保留四块土地，北海道、本州、四国，甲迄个。啊，甲九州啦，九州、本州，迄个北海道甲四国，敢来当保持啊？但是甲落尾安怎，琉球嘛行伊啊？这违反波茨坦宣言呢？其实不是违反波茨坦宣言，因为宣言只是这个 declaration 啊，只不过是啥？宣言是讲战争以前的主张尔，所以你落尾啊，战胜国有权利来决定讲，我这块土地要行哩，不爱行。所以现在牵涉到台湾了，你美国哪会当将琉球向哦日本？请问呢？啊，你台湾要哪甲我处理？啊，美国就甲我讲呢，啊，你台湾拢点点啊？你台湾人从来没有人来抱怨啊？各位，我们都不抱怨吗？是不是不抱怨？我不懂得抱怨啊！啊，你现在懂了，你要不要抱怨？要不要？加细声，日本无听到啦。要不要抱怨？要啦，绝对别抱怨了啦，所以别抱怨。我这个台湾民众，我就代表台湾人来抱怨。所以12月20日，要去日本甲抱怨，日本惊着呢。日本你嘛，下当我甲你讲，日本的政坛啊，震惊呢。我 email 接袂滴啊。你台湾民政府这是什么款的组织？我毋捌听过呢。你毋捌听过？美国听过，听足久啊。你毋捌听过，各位？台湾民政府是合法的政府，今日无合法的是中华民国迄无合法呢，即个拍破才对咧。咱是合法的呢，中华民国不合法呢，伊是流氓政府呢。啊，甲你讲几啊摆，啊，即大家拢听一半，拢，佮甲你说一了，佮袂记哩。会记得啦，刚才我跟你讲哦，有两字你袂当讲，刚才会当讲中国，迄两字是啥物物件？啥物物件？啊，唔敢讲，我唔敢讲，是今日罚10000块啊。迄两字袂当讲啊，我讲哦，我去昨日演讲完了，甲你讲的嘛，照常迄两字你讲的，我讲我要摕灯光啊吼，放喺边啊啦，讲的人就落100块啦，好唔好？拢唔敢讲呢。袂使讲迄两字啊啦，我甲你讲啦，马英九讲哦，迄两字哦爱讲啊，啊莫讲中国啦，咱来讲中国，中国甲台湾一边一国啦，啊这个一边一国，这边不是台湾国啦，这边是啥物国？美国啦。咱就是因为咱这边是美国，所以咱无咧惊中国，讲伊武器偌用，我等下才讲互你听，一煞都无用。讲到转来，台湾甲今日为止。要安怎将台湾地位要甲透开？这样啊复杂，要安怎透开？大先就是咱台湾人爱先教育，爱教育什么物件？台湾到底地位到底什么物件？所以我讲一个真简单，我甲各位讲，你都爱去买一本《新台湾论》。你买《新台湾论》，还是讲你逐你若我到你逐工上网去看咱的网络啦？咱的网络讲啊真清楚，但是咱的网络你若以前无看，香港要看咱的网络啊，他们讲有一点难度啦。你头前无讲，啊后边落去讲，啊会火气。所以你爱从头的开始，上介简单的你落去啊落去看，你莫讲干那听，安尼就有法度。啊那安尼哦，但是我会当甲各位讲，你若真正有听咱的课，啊有伫网络看咱的文章，你若去网上啊，你若听 Facebook 顶管啊。所向无敌啦！我敢甲你保证，绝对所向无敌啦！大家拢无法度甲你辩论啦，啊，甲无法度甲你辩论，甲落尾伊用啥物拗布？要用啥物拗布？甲你抹黑啦！哦，甲你抹黑啊！讲这人安怎安怎啦？所以因为安尼哦，我生活真痛苦呢。逐天哦，规规矩矩呢，所以你放心，若要甲我抹黑，绝对我抹我不黑啦，因为我绝对足规矩的。因为到今日为止。咱台湾的地位，美国知影，日本唔知影，日本不知道呢。日本到什么时阵才知影？最近才知影呢，比咱较慢呢。所以日本人，日本的外务省有派人来受训，有一摆派3个，听了，包括
最近有一寡日本人、日本的记者来访问的时阵，咱一个讲啊，嘴也同款嘞，开也开开嘞。哎，啊，你讲的我拢对嘞，啊，我那以前拢捌想过，因为美国甲你砍，啊，咱是予中国国民党甲你砍，啊，佫砍袂要紧，佫用唔对的甲你讲，介害。十月二五，甲你讲台湾光复节，各位，日本建书呢？日本建书是定义台湾建书呢？啊，建书的人哪有光复？是甚物人光复？没有啊，中国啊！啊，中国不是你的，叫甚物光复？伊上者一旦讲哦，我帮你台湾人解放啊，歹势，台湾这块土地已经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你没有办法解放台湾。干来但讲将日本的政府给换掉尔尔。啊，真正日本政府去麦克斯给换掉，换一个新的民主的政府。啊、这个民主的政府换起来以后，伊煞袂记得台湾呐、啊。我讲你日本人真妖秀呢！啊，你当时作战的时阵叫阮去死呢，阮若死39,100个呢。所以39,100个人伫什么所在？伫日本的靖国神社呢？啊，这39,100个伫靖国神社，虽然是无好运呐、啊，囥伫遐。这就日本人在给红丝在给摆呢，啊，那去二二八死的遐遐台湾人去中国人杀死的，啊，佫予中国人伫1945年10月25以后，改召集台湾兵去中国作战呢，啊，白色恐怖台遐佫较可怜，遐含摆都无人甲你摆呢，所以呐，遐的人比现主席靖国神社的39,100个较好命呢。所以39,100个虽然是好命，65年无人甲拜啦。各位，10月21日，台湾民政府头一摆代表台湾人去改行咧，去改拜，你讲好无？我今日台湾，我认为讲遐人你甲咱保庇啦，保庇台湾这块土地，甲今日无去予中国摕去，保庇台湾人会当生活遮尔啊好，因为台湾的基因真好啦。我甲各位讲过，3.12日本人的表演好唔好？足好诶！我看到就感动，我唔知道你会感动啊未？但是我是真感动啊！我感觉伊高速公路的车排一排啊，无一人超车啦，规规矩矩排队啦。迄、那个伫迄个 7-Eleven 哦，大家排队啦，未讲烧车哦，哦入去抢购啦，没有，日本人无迄套。咱台湾人甲日本迄个时阵同款的台湾人有迄个表现呢？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甲10月25日头前的一个月到月底，60几天内底，台湾人是犯罪率零呢。迄当阵无政府、无部队，拢无人管呢。台湾人表现未输3.11发生以后日本人的表现呢，甲你鼓励一下，我甲你讲，你未记哩啦，我要甲你提醒，是讲恁拢未记哩啦。台湾有真好的基因呐、啊，各位啊！咱来个恢复好唔好啊？较大声的啦，好唔好啊？家己要有信心啦。所以民政府呐，执政袂使贪污哦。我先跟你讲哦，贪污安啦，唔是贪屁股啦，贪污清算啦。有的人讲你不人没有人权，贪污没无你讲啊。啊，其他的我们有人权，干那贪屁股就好啦，没有监狱啦。咱来就该饲，你反对我来该饲要创啥？该你关要创啊？关也袂听啦，尻川迄拍落就好啊。但是我跟你讲哦，有记录呢。迄个新加坡啊，实行鞭刑以后啊，犯罪率啊，逐个月降啦。本来吼、哦，抢劫啦、强奸啦，一个月30几通啊。啊，落尾啊，迄个鞭刑一个实施哦，降到剩无一半啦，有效。各位，你有赞成无？咱的参议院吼、哦，我一定要甲因拜托。你一定要通过这个案，你唔能够浪费米，卖了米，该抓去关就好，该拍空枪就好，卖甲关啦，安尼拢没有违反人权呐、啊。这题外话，国讲到等下台湾的地位，台湾伫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时阵，台湾人拄啊开始是练目屎、惊吓，因为迄当阵宣传中国。的宣传，甲咱讲，美军若来占领台湾的时阵啊，台湾人啊会真凄惨，有影啊，美国人足大汉的啊，荷兰敢若有来吼，今仔无伫后壁，荷兰遐，逐个美国拢遮大汉的，啊，咱拢遮细汉的，啊，美国人来，咱一个对一个拍碎咧，吼、哦，啊，逐个烦恼。但是真正烦恼的，
应该爱烦恼，咱无烦恼。原来中国遐查拉兵入台湾啊，强奸啦、偷摕物件啦、抢啦，无所不至啦。台湾真悬的水准，真悬真好的文化，予中国人破坏，破坏到下下拢无，甲今日为止同款呢。即嘛自私啦、碰风啦，这拢是本来台湾所无的，是中国传予咱的。我若甲你讲安尼啊，你毋知要相信无？但是各位，偏偏是台湾人啊，为日本时代到今日为止，台湾人你看改变偌济？你看台湾改变偌济？台湾啊，你甲看吼，这拢是迄当阵的相片啦，迄当阵的相片，美军甲中国人载来台湾的，所以我今日甲美国讲，你会甲我载倒转去，我无爱美军。我无爱中国人，你也甲我载回去。各位，打破嘛无效，告才有效啦。你美国是司法真重要啊。啊吼，各位，我真正是所谓啊，毋是干呐我尔啦，毋是功劳我啦。咱的蔡吉源啊，咱的张文燕啊，咱这干部啦，大家共同努力啊。咱第一个官司，免啦，我先讲完啦。我甲今日我无甲恁公开无款啊，官司头一个官司开50万美金啊，即马要进行第二个官司、第三个官司、甲第四个官司，美国出来伫等。但是我今日讲，我要美国知影，11月底，即三个官司会拢提出来，第二个已经提出来，第二个伫前两天提出来，告啥物人？美国国防诶，即个国务院。你奈无发护照予我？有个人讲奇怪啦，美国奈要发护照予你？啊，你毋是美国人啊？国会啊，宪政法规定呢，你甲占领，你爱甲保护，而且你甲保护以外，你袂当放坏我的自由，我要去对旅行，你爱发护照予我呢？你毋是发琉球的时阵，敢琉球发护照 ？No。琉球是美国军事政府住在琉球的美国军事政府发护照给琉球的人呢，我也有拿到呢，我不知道他这有没有啦。那电管写得很清楚啊，美国军事政府发的给琉球人要出国用的，那当然琉球的人如果要去日本要怎样，要护照呢，要什么护照？军事政府发的护照。各位，咱台湾人呢，我今日予你中华民国占领，啊！你甲我占领无要紧，哦，我著建书嘛。啊！你美国派你来，我嘛无要紧。啥物人占领我拢可以，因为我建书嘛。但是我建书，你袂当放坏我的自由嘛。我要去旅行，我要做生意嘛。啊！你爱发啥？一个旅行证件嘛。啊！即摆恁摕旅行证件是啥物物件？中华民国护照。啊！恁毋是中华民国的人呢？啊！恁毋是中华民国的人？啊！你摕中华民国的护照，所以以前咱唔知影这论述的时阵啊，咱伫东南亚、伫欧洲、伫所有国家，那大概那摕到中华民国的护照，拢叫你徛一边啊。伊遐拢办完才叫你来，啊来要让你过无？无一定呢。你用啥道理就甲你讲啊？啊，你有50块无？我50块要怎？你甲塞在内底，可怜啊，台湾人啊，50块塞咧，啊才要让你过呢。表示这本护照是啥？是假的啦，是无效的啦。因为是安怎？因为中华民国无台湾的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呐，所以伊袂当发行护照，即摆是甲你骗呐。好，中华民国唔是咱的国家，中华民国袂当发护照，啊，咱要安怎？研究啊，研究讲建书，啥物人爱来占领？三两建立，美国为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美国是台湾地区的主要占领全国。啊，你记得建立，写到这么清楚，旧金山和平条写到这么清楚。来，美国来，啊，你看我现在鼓励台湾生路出来呢。第三条啊，台湾生活在政治炼狱，什么叫政治炼狱？就是我无自由嘛。我让你关在台湾嘛，所以咱这边12月20日是要去日本啊。我台北所有110个人留在台湾，因为我讲我去给伊关掉嘞。我林志升自求啦，自吼、哦，
自己的字啦，囚就是乖啦，囚犯的囚啦，我自囚台湾啦，啊，你美国要给他处理，你说这样有理吗？有理吗？欸，你这个打这个破话是说我关于台湾有理还是啊？还是同情我啊？还没有说清楚，都说有理。各位，台湾既然是美国，既然是台湾的主要的战争宽国，我说来，你看琉球怎么办？你在琉球，你发琉球的军事政府，美国的军事政府替琉球的人发护照，让琉球的人出国，啊，今天台湾要怎么？台湾要怎么？美国的军事政府要发护照让台湾人来出国，你说对不对？对，这样对。啊，现在美国的军事政府他就躺在没收了，是啦。啊，现在台湾是他委托中华民国这个流氓政府叫做台湾 Authority 1979年所宣布的台湾关系法里面的台湾 Authority 在发护照，但是这个台湾 Authority 中华民国这本护照还没写台湾 Authority 呢，他给你写 Republic of China 呢，他这是偷鸡摸狗啦。所以 Republic of China 我说不对，我不要这本护照，你弄错啦，你放不对去啦。所以我说你美国军事政府你会回来台湾给我发啊，你美军一队，我台湾人，你问我你美军在哪里？各位你要知道占领吼，不是说陆军来啊，你叫占领呢，空军也是占领呢。美国宣布这个地区什么人都不可以飞过，伊拉克啊，给他宣布这个上空谁都不能飞，这是占领呢。什么人飞，他飞机给你打占领呢。你有看到飞机就没有啊，但是好歹你给飞看看，飞下去给你打下来，这是占领呢。海军也一样呢，这个地方禁航，你若船进来又给你打，这是占领呢。虽然你看不到飞机，看不到船，这叫占领。今天台湾的占领就是说，你不是说你看到美军看到战车，这样叫占领呢。美国已经表现给你看，因为我到抱怨有够一次，这边派一架大架的飞机来，哦，这个你有看，这琉球啦，美国是什么国？美国啦，美国民政府，有没有美国民政府呢？军事政府以下的民政府呢？所以咱今日台湾民政府是啥？叫做你全称是叫做美国台湾民政府呢？所以咱的顶头的上司是啥物人？美国军事政府啦，啊，你有清楚吧？啊，所以咱台湾那是台湾军美，台湾民政府是美国台湾民政府。这是在美国，所以中华民国不敢管人啦，这清楚嘛？我拢讲法律给你听，你会当足安心坐伫遮啦。因为咱即马顶头的上司是啥物啦？美国啊！啊，所以咱最近连续干涉三个案件，拢成功呢。我唔爱讲伤清楚啦，但是我甲你讲有三个案件啦。都是土地日本时代1945年以前在使用的人，中华民国要给他没收，要给他强征，不要继续做，我都用这个，我跟他说你怎么写，美国国给他插下，军事政府的占领给他插下，中华民国法律都转弯了，本来要给他强制征收啊，转弯了，要给他强制拆除的转弯了，是怎样？美国人已经跟中华民国讲过，人拿插美国的国旗，人拿插美国军事政府占领旗，你若敢甲背，等同向美国宣战，这严重呢。我唔是开玩笑呢，各位，我没有开玩笑，这录影呢，全世界拢看会到呢。咱家己爱自强是啊。头脑要想清楚，咱不是中国人，咱是台湾人，咱无代无志去会变个中华民国籍，当时甲你变的，你敢知？1942年1月12日，行政命令捷参第0397号文，各位，10月25，1945年10月25迄一天开始，我国的人民啊，讲咱台湾啊，台湾人民啊。全部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
国际会当用集体规划的。国际是安那爱自愿，还是讲你会当主观啊？无家己愿意自愿啊，志气的志啊，啊个自愿，爱自由意识，讲我愿意变成这个国家，安尼才会使呢。所以你袂当用强制讲啊，这个人为明仔开始拢变作中华民国国籍，啊，这个人拢变作中华民国国籍。当时的英国甲美国三摆用白皮书甲抗议，用稍等下，稍等下，1946年。迄当阵旧金山和平条还未签啦，你哪知影讲这块土地要给你？啊，中华民国迄当阵伫日本的办事处，伊安怎回答？伊讲，迄当阵都有开罗宣言啦，讲要将这个台湾要献我中华民国，啊，为着管理方便啊，我事先啊先改改变。美国讲 no， 结果伫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有将台湾交予中华民国啊无？无啊。啊！即摆伊就讲啊，讲哎，马关即个叫做开罗宣言啦、啊。你讲美国、英国这两个国家讲啊，做战争以后啊，啊，这块土地要献予中华民国，有讲无？有讲，啊，奈无行。美国毋是戆人呐、啊，两个理由无行呢、啊。1950年6月25号，韩战爆发有无？迄、那个推下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啊，派兵入去韩国。各位，开罗宣言的时阵啊，蒋介石有甲人讲呢，讲你若将台湾交予我，我绝对不会对外侵略。1950年6月25号，派兵入去韩国，这有正侵略啊无？绝对是侵略啊！啊，这有证据无？有。美国在1950年12月在联合国提出控诉，当然啦、啊，同年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周恩来的指导之下，伊嘛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讲美国侵略台湾，啊，讲台湾是伊的。结果在11月29日时表决，联合国没有通过，伊讲美国不是侵略台湾啊。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啊，伊派兵甲你保护是应该啊。但是第二个案就是美国向联合国告中国侵略朝鲜，通过开罗宣言，从那个时候开始无效。你已经违反你当时的诺言啦，唔是讲开罗宣言有签字无签字啦。啊，你又讲呢？奇怪啊，你呐美国拢不爱讲。不是我讲，伊个文件内底有啦。啊，所以美国有真济代志对我拢嘛不爱讲，是安那不爱讲，我讲你互你听。911，宾拉登派飞机将迄两个大陆甲用飞机甲撞，啊落落有无？啊有外口讲啊，讲几波呢？啊，那是美国策划的。美国有出来否认无？没有，有没有出来承认？也没有。美国的政策很简单，我美国若要安怎做，我就是安怎做。你若要讲我创的，你提出证据来罚款。全世界无人，我就提出证据啊。所以美国，伊讲开罗宣言无效，为遐开始，伊照法律来。你若较巧，你家己看，你就知影讲，凭啥来美国照这個？所以因为开罗宣言无效，所以1951年9月8号啊。美国才可以来接51个国家来签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在那个9月8号的头前三天，杜勒斯为着日本这些事情发表一个演讲，很长的，其中有发表说，因为日本还有琉球的剩余主权，所以后来将琉球用谈判来献给日本。我过来要问说，啊，台湾呢？你若既然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已经宣布讲台湾的人民有参政权甲参战权，尤其这个参战权，这表示讲台湾这块土地是已经100%变成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赶快4月7日，日本天皇完了，还佫对另外一个音啊，迄个音啊就是众议会的改选组织办法规定，其中台湾会当派3名。参议员5名，众议员，你有想到代志无？有啊，
有想到代志无？咩代志？咱嘛要派啊！啊，要派爱安怎？所以日本外务省来拜访咱呢，我好看。日本天皇的招数有效无？日本天皇有对应啊？有效。要派人去日本的参议甲众议，迄个法律第三十四号啊，这个有效无？日本天皇有对应啊呢？啊，有效无？有啦，安尼好。台湾民政府在今年十二月二日拜列建国神事，甲天皇接受以后，马上提出台湾民政府要派去日本做日本的参议员三名，众议员五名。日本人现在脚脚摸一烧的，真脚脚摸一烧呢，我拢叫法律来，啊，我拢叫法律来，啊，你若讲反对。你提出法律来罚款，啊，无除非你将天皇拍好死，吼、哦，天皇讲的有效无？有效啊！啊，所以日本天皇规定讲，咱会当派三个参议员，五个众议员，但是我跟你讲啊，咱会当派无？咱会使派无？你感觉会使派无？表面上会使，一个问题还未解决，啊，什么人解决？美国啦，所以我有写《决胜东京》那篇文章，你读过没有？第四行，因日本看美国，现在把日本提出，后面我不会说呢，我先给他提出，现在就怕呢，我不免了，来跟我说，你日本替我跟美国说，我已经告美国嘛，第一行就先告美国嘛，现在告美国了才引起说，哦原来美国甲咱讲，哎、欸，啊是日本有代志啊，你也要找日本，啊好啊。但是建国神社日本甲咱讲的呢，啊被美国甲咱讲的，叫咱去的呢。好啊，我去啊。啊怎啊去以后啊，我就搁牵日本出来，讲来，你来，美国叫我来甲你创的啦。啊即嘛，我来创美国好冇？伊讲好来，咱做伙来创美国。啊你台湾过关啦！各位，我讲的拢是法律。爱智慧啦，干那一尴尬的话，台湾要独立了，台湾要入联合国了，看到鬼样啊！啊，台湾伊往占领，闹主权，那是要变啊入联合国？联合国啊，变个国就是国家，唔是当入联合国啊？唔是国家，是变啊入联合国啦？话爽诶！当年都一个人拢开十几万啊！我以前啊无研究这阵嘛，迄种砍去，好加在呢。每次如果去联合国去纽约去佗佗回来，台湾都固定的啦，中共打压中国，无代无志，中国一定很冤枉的，中国说我无代无志，让你看到这样，我没那么强啦，啊，跟他说到每次都中共打压，中国没有那么强啦，中国现在灾死了，你敢不知道？你知道中国现在通货膨胀到多少，那个听到偌严重，你知道？你若朋友伫上海，你阿问看卖啊？迄厝落价落剩来，剩三分之一啦，三分之一呢？伊若无泡沫吼，伊个经济若无泡沫，我随在你，是安怎？哦，美国欠我偌济钱呢？几啊条啊？搁几啊条啊？啊，你是戆啊！所谓的外汇啊，美国欠你迄个国债啊，哎，比存款呢？你敢知迄个概念你也有呢？迄是以物易物啊，剩的拢寄迄个技巧寄伫遐呢，毋是你要摕钱转去呢？啊，就是摕钱转去，你小寄伫遐，但你人民卖物件给美国，啊，即卖卖美金的时阵哦，伊个人民银行啊，爱换人民币给迄个卖的人呢，啊，所以美金伫因国内愈来愈侪，对不对？啊，伊即卖讲美国欠伊，迄安那眼睛可以看啊，食袂着呢？美国是很厉害啦，我跟你说真的有够厉害啦，我现在想想，我有时候暗时会笑呢。我常在讲一个故事啊，我若欠你100元，是我不对，但是我若欠你1000万啊，是你不对呢。想要说，1000万我还不起，我可以不要还嘛？是你不对呢？啊，怎么说？啊，我信用加倍，你还借我1000万？啊，但是中国有法度吗？没有办法呢。我批一个例给你听，今年发生的而已，今年6月而已，全中国都把
中共啊，诶，中央常委讲啊，美国已经欠我们那么多钱了，我们不要再那个外汇存底不要用美金啦。所以伊落尾啊，美国佫出迄个国债的时阵啊，叫中国买，伊不爱买呢，因为我不要买啦。啊，你不买啊，没有关系，我自己买。比如讲，我自己买。隔两天在一时啊，透早啊未天光啊，中国的外迄、那个财务部长就讲：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我买，我买。为什么？美国伊讲伊要家己买，看到贵的伊家己印啦，伊家己印嘛，买偌济嘛有。啊，但是伊家己美金名啦。贬值嘛，啊！你遐钱遐钱外汇存底啊，连伊嘛存十块分九块尔，安尼甲你补两届啊，你才存一半尔。所以伊安那忍痛爱买，啊！所以伫迄个时阵，伊嘴嘴咧在叫叫叫，伊外汇存底愈来愈悬。啊！最近伊较巧啦，伊讲哦，安尼好，我买美，我买用美金啊，我换欧元啊，他就替帮咧，欧元破产，死国较厉害。我跟你讲哦，中国呐，这款钱啊，搁武力较强哦，免偌久啊啦，免讲伊要甲咱拍啦，伊家己就先倒啦。你知影西藏啊，西藏的迄个喇嘛，扎，迄达赖嘛，遐和尚啊，你敢有几个人自焚啊无？十一个啦，无代无志要自焚，各位，自焚是上界艰苦的死法。我跟你讲，我有一个朋友。本来是台中海洋之声真好的朋友，伊当也是伫抗议中华民国没有言论自由，伫共抄台，伊嘛自焚啦。落尾伊自焚以后，伊后事是我甲倒处理的。啊，啥我甲倒处理？我你哪讲？你若要自焚，你不如你家己冒炸弹去甲炸总统府嘛，无要紧。啊，家己自焚，啊自焚，汽油浇浇来讲，哎。含迄个电台拢烧烧掉呢，当然迄个唔好啊。但是我会当了解伊心内咧想啥。迄自焚，我甲你讲，真正上解痛苦的死法。当然我唔是教你安怎死哈，我唔是讲爱安怎死，但是我甲你讲，迄自焚是上解艰苦的死法，非常痛苦。我今日要讲到这个是讲，今日你有看哈？美国已经有讲，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从头到尾到今日为止，唔捌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美国足清楚的，台湾是我的占领地，啥物人拢袂敢甲我提起。当时台湾，我即马一直甲告，美国已经开始有行动啊。头拄仔讲，我要告美国已经提出来，顶礼拜提出来，要求美国国务院。啊！发予台湾人护照。第二个官司甲第三个官司啊，第二个官司我甲美国告啥？最近要提出来，甲美国讲，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你美国奈无承美国旗？照道理，台湾这个土地啊，顶管是美国旗，美国旗的下卡，伊委托的中华民国的旗啊，应该伫下卡。安尼两支抗争的，从头到尾从来没有这样过。啊，这个功劳是啥物人？宋美龄啊，这查某吼，海台湾是海到有够功夫啊。但是伊讲的英文足水的，他会讲很漂亮的英文啊。宋美龄是美国人啊，所以中国人刚才去臭屁。其实伊个领导者拢是啥？中国人啊 ！AIT 跳个闹开啊！孙中山嘛是美国人，有无？孙中山美国人，蒋宋美龄美国人，啊，马英是绿卡。我等下再说明。马英九普瑞讲哦，他的问题很复杂。你敢知很复杂啥？我有直接有讲过，啊，我的班有听过。马英九的身份是啥？我甲你讲。民进党讲几波啊？讲要告马英九，伊个绿卡有无？从来他没有告过。真正告马英九的新闻是我 ，Roger Lin 啊，告到美国都爱 CIA 派人来坐飞机来到台湾来跟他讲，我跟你报告了，你不要再告了。
马英九摕到绿卡以后，坐车去加拿大，为多伦多离开加拿大，所以法律上伊个名要搁伫美国内底啊，没有离开美国。伊是伊甲李清安同款，李清安咪行即款路，等来台湾啊了后做这个市议员，甲迄个立法委员以后，才找时间转去美国，啊才去申请，啊摕到公民。马英九有一天啊，台湾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总统无做的时，伊去美国，马上伊就摕到公民啊，伊伫升职啦。啊，美国知无？非常清楚。美国坦白讲，伊毋是伫烦恼马英九，伊是伫烦恼马英九周围的遐人呐、啊，金辅通呐、啊，顶迄阵人呐、啊，吴伯雄呐、啊。伊伫烦恼是烦恼即阵人，即阵人啊，他甲未清楚，一日要上台湾甲关好，关好中国，但是有可能无？绝对100%，毋是99%，100%不可能。要哪讲？占领未当移转主权，甲今日为止台湾即个土，日本天皇嘛无点头，但是习近平伊知影。习近平是啥物人？恁知无？习近平就是现主席，要接。接迄个啊，做胡锦涛做总理的，做胡锦涛要接迄、那个共产党的总书记迄个人啊。伫今年，伊去访问日本，要求要甲日本天皇见面。日本天皇敢你凊彩去就让见面嘛？袂使的呢。所以即边咱10月20日要去日本，会当日本天皇要甲咱见面哦，千载难逢啊。较巧的，就会晓报名去参加啦。我甲你保证，你后摆什么时阵啊、什么团啊、什么机会啊，哦，你做甲足大，你要甲日本天皇看到面啊，不可能啦，这边会使你啦。去甲日本天皇的时阵，习近平透过美国，甲日本政府讲拜托甲安排，我要甲天皇见面。天皇甲伊见面，伊怎样来甲讲嘛？我现在中国有钱了。要不然你把台湾卖给我？日本天皇安怎回答你的？伊讲：我天皇皇家从来没有卖东西。软鼻子，一鼻子灰，摸你倒转来。你就是讲日本天皇想要卖台湾人民安啦？爱讲话嘛？你台湾人拢无讲话嘛，大家拢点点点嘛，甲你敢若甲你话要独立咧。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你的主权独立，你今日你拼啥物件？你这台独的，你这民进党，你拢拼啥？已经是主权独立了，你拼啥？已经是国家，你拼啥？啊，这台湾人真正，我讲全世界拢讲奇怪，恁台湾人你想啥？我们永远搞不清楚咧。一方面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就讲要去平要拼独立，你袂感觉台湾人头脑有问题吗？你袂感觉吗？会不会？啊，唔敢讲咧。台湾人头脑有问题无？敢无？对啦，你讲我都无上过，所以我唔知。拢借口，你家己一定会感觉啦，感觉讲奇怪，这论述过去伫社会听到这论述。敢那笑，敢那唔对，敢那有一个人甲你讲哦，台湾已经经过民主选举，逐渐演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哦，多好听哦！民主选举就变作独立的国家，全世界无这个独立的国家讲安尼演变就是啊啦。阮岛是拢民主选举啦，啊，阮岛会当变作国家无？当然袂使哩嘛。安怎讲？国家的条件有四项啦：土地、人民。政府甲外交权，台湾政府有土地无？有无？有无？有无？没有，台湾政府嘛没有，中华民国政府嘛没有，所以反正是上下天皇遐啦。啊，你袂当讲，我他卡伫搭这毋是土地吗？我讲所有权啊。啊好，无土地，啊有政府无？有无？
有啦，你即毛一个台湾啤酒，但是无人承认啦，所以无爱互国际承认啦，所以也没有政府啦。啊，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迄全世界拢无人承认的，敢若二十几个国家是用买的。啊，有外交权无？无咧，因为台湾咱这個民政府还佫无啥物无，咱都无钱的。你若要做外交，伊讲啊，你不爱花钱，有啦，有一个国家你甲我讲，哎、欸，你如果给我一年给我2000万美金啊，我就承认啦。我拿2000万美金，我要叫你承认要创啥？当然没有办法，无国家，无人民，无迄个无政府，因为迄流亡政府，迄不政府，咱嘛不是政府啊，咱即马是政府，无唔对，但是即马就爱牵日本，甲牵出来，因为日本伫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见了青梅去啊！咱这边去甲拜吼，会向荷叶目睭闭起来啦。本人甲我讲的啊，哦，这边你若来吼，迄日本人听到讲咱100个人要去吼，大家拢安足兴奋的呢。哦，你这边若来吼，要是阮日本人就精神啊呢。我你日本人精神嘛是推阿面，因为你日本人喜欢讲推阿面。伊讲啊，你来咧讲，我你日本人的精英哦，拢见死呀。啊，无就自杀啦！啊，像你遮拢戆腿的啦，笑噶，伊日本人笑噶。啊，你台湾嘞？我台湾二二八嘛死了了啊！啊，你来阿未？我好歹我抬无着，因为我阿未出世。我这毋是笑话，我讲实在呢。最近足济日本人咧甲你拜访诶，啊，怎要拜访我诶？我啷个讲诶？我讲你要找我吼，会使。啥物人介绍诶？哦，这个人我有相信，好来。爱来桃园啦，爱来咱民政府的所在啦，咱即嘛嘛爱有家呢，所以今日咱的总理、咱的议长要去，咱嘛是同款有请日本的欢迎呢。我嘛甲总理甲即个咱的啊做议长讲啊，咱去是代表政府呢，你免客气，大办大办，你后壁带一个欢迎呢。日本的首相林声，你就林声，伊也爱病大，你讲对不对？对。台湾人爱加油一下。我阁甲你讲，哦，因这边哦，去拜的时阵哦，我说明给恁听，与其他我若讲无对的哦，恁看迄册就会使，好唔好？好唔好？啊，有册伫下手，我看。哦，啊，一半尔啦，等下一半去买哈。讲笑，买唔买拢自己代理啦。但是我希望讲你上贵包你来买者。咱这边去靖国神社吼，第一个主席是苏呢，是台南人啦，啊医生啦，啊这边咱甲推选给伊做主席，因为咱是老早就咧拍算讲要甲日本救世嘛。啊讲坦白讲，我是留日的啦，但是我的日语嘛是不得不切啦。哦啊日本你知，日本的日语足深的呢。你唔相信哦？你甲我讲，伊自己啥物人乱闹哦？你甲我摕一个文章回翻哦，我甲翻拢无共款啦。所以也要讲自己啊，真正爱伫遐出事才有法度啦。啊，所以呢，我虽然伫日本读册，但是我自己无遐闹，但是一般我听有。啊，所以伊是伫台湾做医生了，去日本，佮做医生，做脑科的医生，当然伊赚足侪钱啊。我。尤其对咱台湾民政府有帮忙，伊虽然无听，甲拍炮，甲讲一下，多谢伊啊！咱这边要发护照吼，美国有讲吼，唔是伊啦，伊唔是苏联。这边吼，咱要发护照吼，伊人伊无第二句话啦。美国国防部下骹的机构吼，讲啊，恁若要发护照吼，啊，阮替你装这机器，一处境遮尔啊大吼，啊，先付偌几百万吼，安尼变啦，大家。大家干部拢头壳冒去烧啦，啊要安怎？啊我有来分啦，袂变啦。苏内主席跳出来，我负担拢重。各位，今日真正咱民政府是足好运的啦，会当拜托这个苏内曾根呐、啊、来做咱的主席，因为伊做医生啊开脑的，我你脑加开几粒都有啊啦。开日本人的尿，不是咱，因为日本人这样头脑歹，甲开，啊推嘞，哦，啊即马伊甲咱办，啊即马解决人，所以祭拜靖国神社，第一拜爽嘞，第二拜是咱的四个副主席，第三拜呢，咱的总理
啊，参议院的议长，啊，甲这个国防、国安呐、啊，啊，国安我无要去啊，啊，无要去啊，咱的国务处代理，哦，啊，过来司法大臣爱去，当然还佫有一个就是咱的英文的顾问，伊就是咱后摆的总督啦，何瑞元有滴咧。啊，后壁呢，咱六个州的州长啊，原住民，啊，过来第一排就是原住民的代表，穿原住民的衫。原住民是日本人足惊的呢，你有看迄个赛德克趴来有无？安尼倒安尼背咧，啊，头落落个，日本人惊死。啊，我捌看足济日本的册吼，你描写讲迄当日本时代吼，伫台湾伫统治，尤其迄个警察。讲起来放尿吼，都屁屁拖呢。望看麦讲阿妈，阮还阁有摕无？放一个尿，头壳会破去。我讲这实在，日本车我有看到。所以可见我迄个时阵啊，甲即马，讲即马是真好啦。我甲迄、那个咱个吴组长，吴组长伫倒，吴组长伫倒。哦，我甲吴组长很好啦。他呢，伊是吼、哦，伊是阿美族的啦，啊，伊是吼、哦、阿美族的酋长啦。阿姨，家己安那甲我讲，伊就幽默咧。我是番王，我吓一跳。我唔敢你迄个番啊！我讲咧，我有甲你拍。没有，我是番王。所以我讲，我敢咧甲你家己开玩笑。我若看到你哦，我前面要铺地毯，啊，甲你跪拜。啊，所以哈、哦，咱这个过美国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台湾人是啥？1945年8月15号，迄、那个时点点。在台湾这个土地的台湾人和他的后代，所以咱在座都是本土台湾人，对吧？本土台湾人英语叫什么？ The people of Taiwan。 所以你后摆若看到那英语跟你说 The people on Taiwan， 那是跟你骗的啦，那马英九啦， on Taiwan 是台湾的人啦，中国人在台湾嘛 people on Taiwan。 所以台湾管理法写The people on Taiwan， 上海讲无啥 ，The people of Taiwan， 这个旧金山附近的 The people of Taiwan， 美国人足嗨啊，足酷的，但荷兰例外啦吼，荷兰例外，其他哦，遐美国人实在足酷的，啊，所以有人讲哦，你美属派，我从来没有讲过我们是美属派，啊，你51州诶，我从来没有讲过咱台湾会变作美国51州，绝对袂变作美国51州，我甲你保证。啊呐，美国的宪法无这条，美国的法律无这条，战争法无这条，也有人讲在台湾公投就变作美国的51州，啊呐安尼啊，全世界拢变作美国51州啊啦。台湾要变作美国的51州，啥呐？美国来保护我啊，啊国防拢你出啊，啊我免缴税啊，免做兵啊，啊美国唔是戆的，但是美国今日伊嘛无法度啊呢，安怎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你敢拍败？当伊是拍败日本啊，原子弹弹伫弹伫日本，无弹咱嘛。但咱捡着呢，但咱捡着夭寿，伊叫中华民国呢，咱说真都害呢。中华民国甲咱苦当呢，无将咱当作人呢，将因当作人，甲咱当作啥奴隶呢？我若讲你是奴隶，你绝对袂相信。我讲几个例互你听啦。1949年6月15号，一元甲你换40000元，会记得无？当然你袂记得，你也会记拢骗啦。你的祖先4元叫换10000元。隆中破产，你袂记得啊啦？当你袂记是，你唔知，但你的祖先拢知。你有机会，民望的问恁祖先看卖啊，看有影无影？真正呢，一个敢若换40000呢？要收几粒鸡卵？那今日要讲一个，怎是40000呢？所有的台湾人上到大汉咯，虽然台湾是为无的、为死的爬倒起来。了不起，台湾人家己替台湾人拍破。台湾人在那时阵，让中华民国、让中国人苦读，把恁压榨、把恁欺负，啊！但是今日台湾人会当徛，是不是台湾会当发展这个论述来甲日本相争、甲美国相争？了不起啊！各位，咱的战争一定赢，敢若上帝讲的。真理永远是胜利，无定你明仔日看袂到，但是你后日你一定看会到。啊，咱已经伫要看到啊，啊那边伫要看到啊。日本人甲印出来，甲日本讲来，咱来找美国算账。你美国爱将台湾正常化，安尼多好啊。
台湾就过关，中华民国离开。首席上 AIT 有开恁甲咱做准备啊。半年前 AIT 无代无志宣布讲金门马祖是中国的，有无？五六十年以来不爱宣布。马英九转去啦，中国好你转去啦，啥物人感觉中国好的拢转去啦？你唔相信民政府来接权哦？遐人绝对讲哦，哦，民政府本来就是安尼啊，我赞成民政府啊，我无骗你。迄个时阵哦，你即马哦，若要讲咱民政府的歹话，甲记起来，真正甲记起来，阿爸含身份证都无爱发互伊。我是讲一个有这条法律咯，美国有迄条法，有那一条法律哦，有啊，你看有人伫甲讲有，你有听无？真正有呢。啊！你好大，你搁讲民政会歹话，我听个歹啊！啊，本来伫网顶甲骂甲厉害，最近拢无听呢。最近真正无听呢，好奇怪！我伫心内想讲，你搁讲嘛？你搁讲嘛？你甲推阿面，你甲戆推的，你干那家己看我讲的这个法律啊，迄法条啊，对一点我讲唔对，对一点我加油添醋。每一点都拢属实，每一点拢属实是用照国际法律来啊。咱即马要开始发身份证，恁已经参加伫民政府，你有资格去申请。十一月份你就摕一份身份证，迄份身份证我甲各位讲，迄、那个身份证啊是完全最新版本，有 IC 厂里内底物件。有一天迄张会当代配护照。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甲我讲，你就宣布免签证。啊，即阵咱宣布我免签证，中华民国也免签证啦。我讲，伊那免签了。伊讲，我你哪知？我讲伊，我讲台湾政府啊。啊，你是谁？我讲我是台湾政府啊。啊，就你啊。哦，安尼我听有啊。因讲哦，中华民国因为中华民国爱先列入啥免签证国家的行列，我们要不要？我们不用呢。那是已经被你占领了呢。你美国已经卡徛伫顶关呢。你本来在发给我。你发予要求，你免发予我。所以第三个官司，年底要甲提出来。告美国停止选举。今日的选举是用中华民国的宪法，你是中华民国的宪法内底的人民，你才去甲投票。啊，无你哪有资格选中华民国总统？啊，嘴来你讲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啊，你登票登什么意思？你讲你台湾人，啊，你登中华民国总统，你去选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中华民国的总统，哎、啊，不是中华民国，是流亡中华民国，啊，不是流亡中华，是流亡中华政权武装的力量，安尼样呢？实际上就是安尼啊。我不爱跟你讲，你爱去投票，不爱投票了。但是我要求各位，你用啊要睏的以前，拜托你坐伫椅仔顶五分钟就好。像我今日讲的这话，你若是台湾人，咱爱甲拒绝选举。我不爱甲你讲，你爱等免等。你是毋是找你的身份证顶外写中华民国？去你也是中华民国的选票，啊去等中华民国总统，是毋是？但是这个政治你不要说哦，选台湾总统，你知道法律吗？个人和政府是分开的呢。你是中华民国的人，你不是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所以有一天，不用说有一天啦，真紧了啦，美国军事政府来这边，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这个美国跟我们说身份证顶官要改名，改成啥？台湾政府马上宣布台湾政府要选台湾总统，迄个时阵你才出来登票。啊，你若出来登票，一票送予登票的人500块，行路工啦，拢总有啦。啊，你讲投票率会悬啊假？足悬的啦！中华民国安那做，你知不知？甲你欺负到啥物程度？啥物你登票，予伊去做中华民国总统，伊阁甲你摕50块，你交钱予伊，50块我改啊。啊、你即摆还佮你想30块，我佮你加摕20票啊！我甲你讲，我佮讲一摆，迄无合理呢。我甲即个代，甲美国讲啊，美国嘛惊一跳。有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我伫腿下面呢，五十块呢，你当票给伊，伊都补伊五十块。我甲你讲，民政府来执政，你来当票送你五块，行路艰苦无？啊，你不要拍破啊！五百，五百，五百。我讲唔对。啊，你话你也卖讲，我后摆就讲，啊，我你讲五十块啊。免烦恼啦，足好嘢的啦，好嘢的钱伫对，你知唔知？你爱知无？哦，你安机票直直开，啊后壁有钱啊无？有钱啊无？伫对。所以伫美国，无人迄伫美国，你毋通安尼讲啦。我甲你讲，咱台湾民政府的执政，第一毋免军队，毋免买武器。你甲我占啊，你爱来甲我保护啊？国际法讲的啊。你美国宪法嘛安尼讲啊？波多黎各敢有买武器？没有。关岛有买武器哦？没有。安尼好，啊，我台湾嘛无买武，换你家己去买。啊，一年上少省偌济？2000-6000亿。安尼这有钱无？有。大家甲跌落吼，跌落。第二项一项钱，恁拢无想到的。所有机场、所有港口。做好美军的用，是中华民国你欺负台湾人呢？你敢做？你敢用迄个港口用机场啊？爱付租金呢？你唔相信？咱只有一个长荣的正驾驶，我卖讲伊姓啥？我问伊，恁的飞机停伫对方的所在爱钱无？哦，机场爱钱，停伫遐爱钱呢？哦，飞过嘛诶，有听无？伊驾驶啊？长荣的驾驶啊，我本来希望讲咱12月20日，那伊来着回飞啊，伊来替咱飞吼，咱马上甲宣布迄架飞机叫做台湾民政府空军一号，天意啦，天意啦，我甲你讲，真正天意啦。安尼民，咱的这个驾驶吼，头一摆来伫遐受训，咱还有其他呢，像检察官啦、将军啦、现任的哦。警察啦、啊，伫咱这受训，咱有清二个呢，是嘛？各行各业拢有，咱真正有足侪人。咱要黑熊总队，搁讲呢，85个满啊，45岁以下，咱是人才济济啊，免惊伊无人。咱的机场，咱的海军的这个基地来租予美军，爱收钱无？当然嘛爱，是中华民国的赖皮，未见笑。无要付予你钱，搁去缴税金，咱也着缴税金。你敢占领，搁叫我缴税金，世间无迄个法律啦。所以这个物件，甲算来甲地哦，要收哦，搁几啊千亿呢？你讲买18岁以上起厝，起两间好了，我嘛敢。免缴税金，我嘛敢。老年农金1200块美金，我嘛敢。啊，安尼台湾讲，安尼后摆台湾人拢不爱做事呢，敢袂安尼？会无？较大声的啦，无？咱实先迄个实况转播呢，咱嘛是照常真拍拼，对不对？互全世界拢想要搬来遮，少年的18岁到22岁，少年的金头毛呢，肯来咱台湾啊，嫁翁也是娶某，各位在座拢无机会，免烦恼，因为恁年纪差不多啊。但是咱的后代，金头毛的讲英文，中国一个入来看。啊，你拢讲英语，搁金他们，伊唔敢搁甲你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讲这个方法好冇？好，拍破咧。其实，民政府执政，真正有寻真一你想未到，绝对想未到的好处，因为你过去50-60年，你予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教育。但咱教啊，实在咱已经读个拢戆去。咱若会当将高铁，互全台湾规个岛拢连起来，安尼住伫地拢共款。政府互你厝住是应当的，为幼稚园开始，甲大学毕业本来就爱免钱。虽然咱无汽油，但是咱好加在有比汽油较好，就是美军来占领。占领爱责任，伊阁毋敢放，安尼上好，互咱钱。所以，那迄个时阵，我相信我甲你问讲，台湾要建国无？无人甲我讲袂。哎，我安尼好，我来就建建国。
钱是美国伫荷兰呐，啊，现在大家拢会记咧敢佚佗尔啦，因为钱足多嘛，一年出国出两三摆、三四摆，嘿，袂歹呢。希望迄天较早到咧，我的时间的关系超过一束束啊。今日多谢各位，啊，以后哈、各位呢，会当倒转来听哈、每礼拜，每礼拜上去你啊网顶去看哈。这边十二月二十以前吼，要过两，要过三期，吼、啊，你会当转来听，但要交钱啦，要交啥？饭钱啦。我总理啊，做咱的州长，迄个副主席，阮一摆来拢交了这三千块，阮是讲好的。第二摆来听三千，啊，若最后一天才来听的，一千块饭钱啦。啊，来遮大免钱，我刚看。有真侪旧的吼，无炸一张，后摆无炸一张袂当入来啦。人甚人知啊？我都秘书长我认识，袂使的啦，爱大啦。安尼好唔啊？好。过来，美国今日因为恁毕业，三工毕业，美国政府要叫咱送予各位一个美国的国旗，希望你的国旗等于爱挂出来，啊，袂当用德国，拜托。国家一摆，我有甲恁交代哦，袂当买德国，拜托恁去遐去买，迄无人可以甲你趁钱，老鹰的迄个老鹰头啦，吼、迄是美国的内政部所用的，伊伫游行拢用这个老鹰头，你唔相信吼、这个十二月二日咱去美国、日本的时阵啊，咱要找迄个老鹰头，那无媒体敢咧发足大字的讲，啊你老鹰头为底来？美国给的，绝对这个。十二月二十这边绝对足轰动啊！所以鼓励讲各位啊，那你若有时间啦、还阁唔知有名额啊无啊？敢那剩两三位啦。几位？剩无几位啦哈！咱这期真好，因为拄好上课，你拢知影。然后要去的吼，爱做西装，一拢爱做西装，大家拢穿同款。阁头前迄几个穿燕尾服呢，惊死日本人！我甲你讲，真正惊死日本人。所以咱咧足正式的，诶，即个参拜足正式的，甲日本天皇吼接收。各位，你一世人，你若看到天皇一摆吼，啊去遐翕即个相啊，有价值啦。啊，偌济钱？三万五。Christmas 的前后三万五咧。我问甲兵的李英霞，同款的时间收偌济？六万五。啊，像咱三万五，因为咱的人无人敢贪污。李英霞讲偌济，咱就偌济。一角钱都无甲你贪污，你免烦恼。因为贪污的安那死刑，所以哦，即马开始死刑，所以你会当去吼、哦。啊，但是你爱做西装，安那三万五加五千块加你偌济？四万。啊，无迄拍折嘞哈，因为迄三万无人趁钱。啊，迄个判事哦，伊咧主办哦，伊甲我讲，伊开始了钱。伊安那讲了钱？伊计程车爱钱着，啊，无得摕，无得趁啊。要趁侪无啊？所以所有民政府拢做义工，后摆各位。等下才做，到做义工也好。所以我今日有两个要求，各位：第一，唔通用德国，爱用旗杆；第二，除了迄两支，迄个美国国旗以外，再还有两支旗啊，占领旗甲台湾民政府的旗。这两支啊，你即马买一定有效。美国军事政府入来以后，这两支你就抢无啦，甲迄个大量印拢袂赴啊啦。两支吼，我无多送你啊。我送你无啊，我都已经破产了，我就开始吃馒头，我无甲你骗，一百顶哦，拄啊是五万块啦，啊我一个月八万啦，啊所以存三万哦，啊我就坐计程车安尼尔啦，所以我无多搁加送，但是即摆受分愈来愈侪啊，我愈头壳疼，所以我即摆已经正式宣布，到二十期的以前我送无啊，二十期以后歹势，我无多送啊，我就不送了，啊恁大家拢替我做证啊，我有宣布对不对？有无？到二十期啦，今日是十八、十九、二十，剩两期，我较艰苦个二十，但是莫讲十九、二十，雄雄变一百个、两百个，莫遐济，到拢是共款着。啊，这两期啊，一期是三百块，啊，两期是五百，我想想，我袂做讲网络啊。在卖东西。啊，以上啊，今日非常多谢，会记哩，在座各位拢是十八期个，啊，三点半去翕相啊。你虽然讲以前翕过会当翕无，会使，但是你较主动的，你徛去后壁，你莫讲徛头前，头前爱好十八个级的人哦，徛你头前，安尼好冇？谢谢各位，多谢，谢谢。等我上分钟有时间哦，今仔日呢，李兴霞的经理也有来，
啊，迄个牛山后来即马伫楼骹，哦，啊，迄个经理。